我跟你讲，咱两个莫边个讲伊遐啦。人黄飞即卖好命生囝，孙啊离婚了佫娶一个。哎，苗可你离婚了无佫嫁呢？哎，你遐大声像无听到哟。咦，我咧惊，我惊我阿妈唔敢转来。天光才到厝。哦，我拢嘛爱惊困。好。哎，我咧讲吼，我来出去吼，大家讲，哎，恁块朋友大拢嫁啊，嫁啊，拢嫁嫁啦吼，离婚人嘛佫嫁第二摆，嫁第二摆。哎，你来遮无路用，你来遮无路用，即摆拢也毋捌嫁半届呢，我讲毋是我。是啊，是查甫咯。南方学的朋友吧，我未娶无。对啊。不啦，无人敢下手无。哎呀，对起你啊，拜对来挂杯，上车杯娶等你。就话你心啊，佮你事业啦吼，你出唱片、办演唱会，嘿，啊，祝福你这个唱片当超级卖啦吼。我最不爱提起这首歌。什么？什么？这首歌就好听呀。超级明星秀哦，来一定爱搬戏哦，大家看啦。是。歌车搬，对吧？我可能唔捌搬。一般搬车拢搞演戏啦。黄飞捌搬过戏无？唔捌。唔捌哦。我是讲台顶。台。对啊，台顶啊。你电影明星哩？啊，电影是拍电影。哎，斗上个女主角有无？啊，个悲情城市。悲情城市，你知影我甲相拍无？甲相拍。我讲出来，唔知着惊哦。是不是刘德华？不是，马祖呀。不是马祖。这样。梁朝伟。哦。哈。哦，惊到惊到。有迄无？啊，没有啦。我不乖哦，伊从迄阵以后，唔捌过来台湾拍戏啊，一摆就听到。我控诉从迄个就拢红起来。安尼哦，好厉害啊！啊，没有啦，后来念真哥哥的斗赏。对对对。啊，拍摄我露出港啦，我刚讲啊拍摄。真臭屁！啊，你应该演一个，我脑细还唔捌看过。我唔捌台顶啊咧演呐，真的。你看他咧演，有弄个读幼稚园都唔捌台顶。我没看，我没看，安尼嘛？安尼啦，你两个做女主角嘛吼？啊，男主角来你演嘛？你男主角？我是要传两位奶奶，我要传两位阿姨去佚佗哟。我哎，男一物梁朝伟，今嘛做变做你炒作者。啊，咱两个演老的嘛？咱两个演老的。哎。哦。啊，好啦。可以那就。经济咧。较这个较悲惨的，较剧情的，较剧情的，温和悲喜剧，好不？好。哦，啊，这故事真简单，就青年男女恋爱吼，啊，就无得到父母的祝福，安尼就好啊。哦。OK。啊，厝内人演哦。咱拢唔免彩排，安尼直接落去。就搁彩排，你看演到对到到位啊。对啊，啊，唔只好笑。你白鬼都无好笑。好来。来哦。啊，无要演啦，那好啊，主人都好啊，主人都好啊。好来，破相对着来，温和悲喜剧。小姐，我看你就水水啊，年纪够这么少年，这头顶是温和呢，这头落去都无命呢。你嘛拜托的，心内若有代志，你就讲出来；，啊，若讲不出来，你就去甲神明讲。一骨水一定有一路透，莫安尼想袂开，好不？拜托的，你几岁啦？你若走，你厝内底人会安怎烦恼？对不对？你嘛开始无，莫开水啊！我今日来讲，我咧澄清。大磊，你是安怎啊，帅哥？我是看你讲要行咧运河，我你讲，这风景啊，所以我是来看风景。卖个变改啊！我看风景啊！无咧看风景诶！啊无咧！目屎擦擦咧，紧转去！我无目屎啊，笑诶！这不是要跳，不是要跳港诶啊！
阿芳啊，我知影你也准备好，我也准备好啊。既然这伙人拢无答应，归去啦，阿莫想遐济啊啦。咱今日就归去，甲装落去吼，来生才来做红帽啦，行行。我过来。你这个不好看，笨手！你是有出头啦，无出头啦，哈？你是对啊，唔对啊？我甲你饲到这大汉，我给你辛苦开偌济钱，恁老爸为着你去走，船拢无转来，恁即马竟然为着一个查某人，你即马家己死，你是大阿歹去哦！阿辉啊，滚！你免甲叫。爸。你都知我爸。啊！你老家一张皮，甲爸讲你要甲你男朋友两个去跳河。对。我是讲你当时交男朋友，变你男朋友呢 ？Yes。哇！你我甲气死！你人唔够，够一只妖怪。啊！我饲你这段，辛辛苦苦甲你掠，我去掠鱼，我去拖海掠船。你是海贼哦！拖海掠鱼，我甲你掠掠，我甲这段，互你做官司，你即嘛？啊！这查甫你，你安尼老天爷陪你要跳海，什么意思你？主教，你做人的老爸，你外口有查某，迄间厝你有过过晓？莫名其妙，囡仔当然也无咧饲啊啦。阿母啊，安那啦？你安尼目睭白金都替人走，你全家拢无伫咧厝诶，恁两个无，拢无甲恁家己的感情处理好势，你个管恁阮两个少年人？对啊。我讲免讲啦，其他你着，阮两个着，无必要听你讲啊，行，咱两个去啊。你方才讲许段话，我向几人拢清醒起来。是大人，敢拄爱介入少年人感情这么济，就有恶相。啊？那是恁囝哟。系啊。你个人唔生生妖怪。你讲一直讲我男朋友妖怪，我感觉这真真古锥啊。你怕恁老爸？啊，我受不了。就有恶相，最后一波讲话。我感觉我拄个和阮查囝讲到我足无面子。是啊，我嘛是。你后生甲你安屁相，你袂安怎？我就艰苦诶，原来我伫伊目睭内是这么不堪。原来我伫阮查某囝心肝内是对了老爸这样不谅解。我感觉咱两个活在世间无啥物意义。是啊。我求你归去来跳跳好唔好？好。好啊。